介绍一下台上的乐手好了。来介绍，哦，今天乐手有很多台中人，是吗？但他们都不认得台中的路哦，因为来彩排的时候他们竟然都迷路了。就是你啦，不要再指别人了。鼓手 Jack，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好啊好啊，好啊，你不是台中人哈。Keyboard 手爱璇，然后就是我人生有史以来最可爱的吉他手 Eric， 台中人嘛，路不熟啊。贝手陈杰，奇怪怎么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。